被对不？现在刚睡醒。我们现在到台北了，然后这边是台北的松山机场。我也想说，只是在车上小睡一下，然后要记得拍飞机，那我直接睡死。准备登机，那我新买的，可以吧？现在是退场时间，然后要走去建功屿，后面就是金门大桥。今天是在民宿最后一天，然后台湾现在好像因为台风就是一直下雨什么的，金门这边还是很热，太阳还是很大，金门真的超热。
知道一个要炸掉。唉，那东西很好吃。对。我来到金门的机场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忘记做了，我忘记寄出我的明信片，那是太笨了。还好这里有邮局。OK， 要寄信了，噔噔噔，嘿。